可江大人气的是卧病难方啊，何魁又蠢蠢欲动，你镇得住吗？就是这次再看到他，他跟以前真的有一点那种快老僧入定的感觉。哎，你看，刚刚因为是天吗？俺不是的，俺讲俺不是的。唐船破坏黑岛辛苦的事情，你也总态度啊，把马轮做就做。主要他要上，他要老天做啊。生长出野花生长出来的，还有鱼应该还来吃的。搬的这些石头，它原来这个地方我开始挖的时候，改成蓝白对抗的心态以后，今天已经播出第41集了。一个镜头，它就三部机器一起拍，不同的角度，然后他们没有试戏的，他跟你讲就开始拍。现在是我们针对的这个新的朋友。